请到各位朋友来看一下我们 UP 雷秀2019年形象影片以及产品介绍影片的首映会。现在呢，就请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股主 Luminous 台湾分公司总经理童建文先生来为我们说几句话好吗？谢谢。我们今天希望透过今天的我们的主角 Ultra Plus UP 雷射，将医师们塑造成跟特务一样，针对你的凹疤，针对你的疤痕，还有毛细孔粗大的问题，它都能够一一解决。我们将带给你全新不一样的医美的雷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